动静啊。那我们每天都会这样子做施食加崩啊，像我们出家人吃钵得锅炸加挂，钵拿来不是自己吃哎，啊，五分之一还没有吃之前，当然先供养三宝，供养完以后，这个饭菜拿五分之一给没有出去托钵的那些出家人，生病没有办法给他们吃，然后剩下五分之四，然后又拿五分之一给外面的乞丐，乞丐没得吃给他们吃，然后又拿五分之一给谁啊？又拿五分之一给那些流浪动物啊，鸡猫狗啊老鼠啊吃，自己才吃五分之二啊，而且要吃之前又拿七颗米或七颗饭啊念辨识咒啊，念辨识咒来给众生吃完以后，剩下一点点加汤舀一舀，又念甘露水咒啊，又把那个汤水倒在石头上，一样不食鬼道啊。那假吃邓崩啊，吃一顿饭就要供养三宝，供养三宝，还要帮助病人啊、贫穷人啊、动物啊、鬼道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啊，随时培养的对三宝的恭敬心，跟对众生的慈悲心啊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修行。然后各位以后要吃饭以前呢，不管吃什么最好加念一个咒，就不会拉肚子，不会中毒啊。念下来，三不赖切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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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经常肚子痛了就要忌啊，你要是没经常肚子痛还没关系，经常肚子痛的人啊，你要记一下，也不容易中毒啊。三不赖切朵啊，三不赖切朵啊。好，那各位对修学佛法有兴趣，那么有兴趣啊，首先就要了解我们修行的目的是要做什么。我们修行最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要解脱生死，这一点永远一定要抓住啊，不然呢、啊，拜翁牙也是在布施啊，拜婚也是在布施啊，天主教也在布施啊，那差在什么地方啊？佛教的究竟的意义呢，就是要解脱生死。各位读心经里面呢，叫究竟涅槃。那解脱生死呢，就是要了解生死的原因是什么啊？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叫四圣谛，各位要知道第一个真理就是说生命是苦，各位要经常想这个生命的苦哦。现在你20岁，你要想你80岁的样子，现在你健康要想生病的样子啊，现在有生命你要想到自己快死的样子，要经常去思维啊生命的变化无常的痛苦，那你才会啊觉得好苦啊。再多的钱，现在全中国的钱都给你，也不能够解决你现在生老病死、得癌症、感情上的痛苦啊。所以呢，但是一切痛苦从哪里来呢？一切痛苦佛教说叫无明，无明就是无智慧，没有智慧啊。那没有智慧从哪里来呢？就是没有听闻佛法啊。但是听闻佛法以后，各位还要想想看，就像前面这个花现在好漂亮哦，但是再过几天以后它就烂掉了，丢掉了，丢到垃圾桶去了。那我们每一个生命都像这个花一样，夫妻的关系、家庭的关系、社会的事业都不是永恒不变化的，这一点各位要经常去思维啊。你这样去思维，那你才会去研究心经哦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就是你要真正的修行，深深的用一个真实的现象去考察，去思考真实的现象是什么啊，生命的真理。这个房子该盖好的那一天就是开始老的一天
今天我们在这边聚会一定有分开的一天，坐高位的人也有下台的一天，啊，非常好的感情也有分开的一天，真是如此。你要真实的去了解，然后内心里面才会找到修行的意义。所以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？因为这个世间啊，一切都是痛苦的，所以这个世间就像你在看电视一样，你把电视打开，里面有很多东西，你不可能去拿来用，你知道那个是假的。如果各位能够把这个世间都当假的，你就不会痛苦；你要把这个世间当真的，你就会痛苦。哦，我真正的身体，这个身体是你的吗？如果是你的，你能可以叫他不要生病、不要死吗？没法度啊。所以你不能说身体是你的，这个身体是随着时间因缘会变化的，你没法度控制。所以这个身体叫无我，无我就是你没法度控制啊，没有一个单独存在的，你要去知道。所以修行要怎么修呢？来跟我背下来，当假的看，当假的看，当真的做，当真的做，啊，你要当假的看哦。现在你看到你某的手，那看手那也是暂时的哦，暂时的哦，啊，你拥有的财产身体都是假的，暂时的哦。如果你不执着就没有痛苦，一执着就痛苦啊！所以生命的痛苦从哪里来？就是对会变化的东西不了解，想要抓住它，这个叫执着，执着啊！那执着你就很痛苦。所以各位要随缘呐，随缘接受啊！在佛经里面有个故事，有个老人家在种田，结果他的儿子被蛇咬死了，被蛇咬死了。有个人看到了，跑来跟他老人家说：“哎，您家给我抓嘎西啊！”然后细细的说，给小哥进产啊，又跑去跟他太太说：“哎，你先生被蛇咬死了哦，那死了，那我这一顿饭就不用拿给他吃了啊？为什么？这个叫阿罗汉的家庭，为什么？他们呢都了解这个生死必定的啊，你哭也没用，他也不会活起来啊。所以各位最好啊，修一个什么呢？无常想。什么叫无常？没事情在打坐的时候要想啊，你的公司倒掉了，你的身体生病了，你的儿子死了，你的先生不要你了，你要经常去想，接受它，这样你哪一天就不会痛苦啊。所以我想生命的痛苦就是来自于无明执着，不能接受变化，那你就会痛苦。那如果你能够接受变化，你再去用你的生命就不会痛苦。哦，我知道我生命会无常，所以我现在好好用它，健康，我赶快去布施啊，去运动啊，去帮助别人。但是哪一天医生宣布说：“哎，你丢干净啊，你得癌症了，剩下三个月。”哦，三个月，那我更认真。结果你问医生：“那医生，你还活多久？”医生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哎，哎，你还知道？他不知道。哎，啊，所以各位，我们要做到修行的意义。像我们出家人李光头要干嘛？我们出家人李光头叫消灭骄傲，没有一个我，不要凸显自己。世间的人要穿得漂亮，要开好车，我要凸显自己，我较好呀，我较水，我较引导，这个叫凸显。那我们出家人呢，李光头就是要去除自我。那为什么要穿这个衣服？不要贪心，不爱漂亮啊，你看，不爱漂亮解不解脱啊？解脱啊。啊，那出家人没有个人的感情生活，这样就没有痛苦啊。所以自私的感情会造成痛苦，无私平等的慈悲才有快乐。所以刚刚各位放鸟快不快乐？快乐，永远不会痛苦的快乐。我们佛教叫无苦之乐。那谈恋爱会不会快乐？会，但是是有痛苦的快乐啊。所以各位要想清楚哦，苦海无边哦。所以背一句话来，来，爱河千尺浪，爱河千尺浪，苦海万重坡，苦海，哎，苦从哪里来？爱，爱水，爱淡乱爱，爱家，爱名，啊，这个爱就是你痛苦的根源。这一点我们要经常去思考。观世音菩萨就是知道众生都是贪爱啊，在苦海里面很苦。所以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，跟我们讲心经啊，
要我们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各位要去研究什么叫五蕴皆空。我们整个生命都是色受想行识，物质的跟精神的组合起来，哪有真的是我啊？这个我是由非我的元素组成的，哪有真正一个我啊？所以我们出家人经常修不净观啊，像我晚上睡觉，我到泰国去修不净观，就死人的骨头，我一直看他啊，拍照跟我放在一起，天天看啊，看到自己怎么坏的，看到自己变成骨头啊，这样就不会执着哦，哎，长痘痘，鼻子高高，鼻子低低，那都不重要啊，眼睛一看的就好啊，鼻子会穿开的不错啊，耳朵听得见就好了，不要去管它高啊低啊矮啊胖啊啊，那个不重要，那个是等你要度众生做菩萨，外表就很重要。现在呢，我们是为自己解脱，外表不重要啊。所以我们中国有一个马二娘，中国修行有七个真人，六个男生一个女生，这个马二娘啊，很想到终南山去修道，因为她长得很漂亮，家里又很有钱，她先生又很爱她，就不让她去修道。那马二娘怎么去修道？他后来就在他厨房啊，叫他的工人帮他烧了一汤油，一桶油很大，然后油已经快滚了，他就叫他的仆人出去，然后他自己拿一把盐啊，看自己的脸，看最后一次，把那个盐撒在油上面，啪，整个脸毁容了。那毁容以后，他跟他先生说，我要出家，可不可以？先生，你赶快去哦。啊，所以他得到了，为什么？他在外面没有人会强暴他了，他一个人在里面，男人看到他就怕他了，脸像鬼一样，所以他得到了。各位，你就是太漂亮，所以得不了道。你又太爱自己，安怎看安怎水呢？啊，你没办法修行的啊。所以各位呢，只看佛啊，只看观世音菩萨，不要太爱自己，爱惜自己就是魔，就是痛苦。爱众生，只看众生的苦。观世音菩萨教我们修这个，观世音菩萨观世间的苦，哪里有苦他往哪里去，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怎么样啊。所以因为他这样慈悲，所以他就有庄严相。那你太爱自己啊，自己反而啊弄得左边也不是，右边也不是啊。所以各位呢，多到我们寺庙来，在寺庙里就没烦恼，知道吗？在家里不是昂就是磨就是惊就是急，好烦哦啊。所以不是说不好，到寺庙来开开智慧，再回去处理钱啊情啊儿女的事情啊。所以佛教里面说，放下以后得到智慧啊，就是不执着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而且各位要经常打坐，打坐打坐呢，你要反省我自己内心里面贪嗔痴还有多少，你要反省啊。不然的话，你每天忙了，忙了外面做事啊，忙了忘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啊啊。所以如何消灭贪心呢？佛陀说多布施可以消灭贪心。第二个呢，修不净观，你要把贪的对象看清楚。像我啊，我到泰国修行，修什么？修看女人的尸体，女人的尸体怎么烂的啊？看了一个月，然后把那个尸体腐烂的过程看得很怕啊，还不能够不看，然后把它背在脑子里面，以后看到漂亮的女人都想了，哦，妈熊那个脉也照出来，你妈熊都会花的啊，够看睡眼把酒把晒，皮看我皮晒，你看我皮晒，你要经常的想着，哦，我鬼心窟窿晒。你不要太爱自己啊！我们呢，这一层皮扒下来，里面都是血、骨肉、大便，没什么好贪恋的啦。啊，所以生命的目的，千万不要在这个会变化的上面一直作怪，要追求的是永恒不变的美丽的庄严的生命。我们今天来看佛，哦，佛这么庄严，这个庄严它已经达到永恒了。啊，这种永恒的生命就是透过了啊无量世的修行而得到的庄严，而不是外表的美丽，美丽是暂时的啊。所以在我们《金刚经》里面有一个忍辱仙人的故事，我再讲一次给各位听啊。
以前释迦牟尼佛做国王，他佛陀还没有成佛以前做个年轻的国王，但是他不想要做国王，做别人的国王有什么意思呢？又不能做自己生命的国王，所以他就不想做国王，就去出家了。那出家以后，他只有一个弟弟，很小，那现在还不能接王位，但是他就去出家了。那他出家就在皇宫的后花园修苦行，修什么？修忍辱，所以人家都叫他忍辱仙人。后来他的弟弟长大了，接国王了。接国王以后，有一天这个年轻的国王啊，就带着几个宫女到后花园去散步去玩，宫女还唱歌给他听啊，那些女人哦，国王听一听很快乐，就在树下睡着了。那国王睡着了，这些宫女王妃无聊啊，他们就摘漂亮的花走走走，哎，远远的树下有一个男人坐在那边，仔细看，哦，脸长得很端正哦，他们就有兴趣就过去。结果我们忍辱仙人眼睛一打开啊，看到这些小姐，这些小姐说，你坐在这边干嘛？他说，我在这边修忍辱啊。我说，你们这么漂亮，手上摘的鲜花，要知道哦，你们这些漂亮的小姐美丽啊，就像你手上的花一样，不是永久的，花开花谢很快就不见了哦。如果你要修真正的美丽，要经常修忍辱哦。哇，这些小姐听了很有意思哦，那忍辱仙人又长得很端正，大家就坐下来听他讲话。当这个忍辱仙人在跟他们开示的时候，国王就醒过来了。国王一醒过来，哎，我那些女人怎么都不见了啊？结果一看啊，我那些女人在跟别的男人讲话，吃醋了。所以各位，修行先在观世音菩萨发个愿，我这一辈子打死也不要吃醋，那你就解脱了啊。所以那国王就吃醋了，跑过去看到这个男人在诱拐他的女人，拿起剑拿出来就把他的手切掉。一切掉，你在干嘛？诱拐我的女人？忍辱仙人说，没有，我在修忍辱，我在告诉他们，你修忍辱，我再把你的手切掉，看你忍不忍，再把它切掉。这个忍辱仙人说，国王啊，我一点都没有坏意，我是在修忍辱，修忍辱，又把他的腿切掉。啊，看你还修不修？我们忍辱仙人还是说我是修忍辱。国王越讲越气，就把他的头切掉。头一切掉以后啊，冒出来不是红色的血，是什么血？白色的血。那时候国王吓坏了，怎么会冒白色的？这个人是谁？后面的卫兵才赶来，国王啊，你杀错人了，这个人谁是怎样？这个人是你哥哥啊，今天你能够做国王，就是你哥哥年轻跑去出家，再轮到你做国王了。哎呀，杀到自己哥哥怎么办呢、啊？那个时候我们菩萨头虽然被断掉了，在地上又讲话，他说，国王啊，你问我一个问题就砍我一次，将来我成佛以后啊，我第一个度你，你只要问我一个问题，我就砍掉你心中的烦恼。你看我们忍辱仙人在被砍的时候不恨，还说因为你砍我跟我有缘，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度你。所以我们国王是谁？就是释迦牟尼佛。这个年轻的啊，这个忍辱仙人就是释迦牟尼佛。年轻的国王是谁？就是佛陀成佛以后度的五比丘，第一个乔成如比丘。啊，所以乔成如比丘碰到佛陀的时候，他本来离开佛陀，五比丘离开佛陀，碰到佛陀的时候，看到佛陀这么庄严，被他感动了，就问问题。他问佛陀第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我问你，你是圣者，请问生命的本质是什么？”佛陀就他问第一个问题哦，佛陀要斩到他的烦恼了。佛陀说，生命的本质就是轮回，轮回的本质就是痛苦，生命的本质就是苦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那第二个问题乔成就问了，那我再问你，请问苦的原因从哪里来？各位要会听哦，佛陀说，苦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无明，没有智慧，执着有一个永恒的我存在，而起的贪爱执着，这就是痛苦的原因啊！斩他第二个烦恼。那第三个问题乔成就问，那我请问你，如何消灭无明贪爱呢？佛陀就回答，要消灭无明贪爱，就要按照八正道的实践啊。那问什么是八正道？佛
佛陀就回答了，守戒律，修禅定，有智慧，过着八正道的生活，就可以消灭贪嗔痴而得到解脱。乔成儒就在那个时候证得阿罗汉。各位你看，别人斩你，将来你就要度他，这就是佛陀度众生的方法啊。释迦牟尼佛还有一世做国王哦，这个国王一上任就发愿，只要有谁跟我要东西，我都会给他，这个世界什么都可以布施，除了自己的爸爸妈妈不能布施，头啊骨髓啊太太小孩都可以布施。他发这个愿，哎呀，他的皇后跟太子就很担心了、国王发这个愿将来怎么办啊？结果就有一个坏心的婆罗门跑到皇宫直接要找国王啊，皇后就挡他，你找国王干嘛？我找国王，他说要布施，我要要他的头。哎呀，皇后一听可怕、赶快从后宫里面拿出100个用黄金珠宝做的头。他早就知道很怕有人要来要国王的头啊，早就准备好了，你不要去找国王，我把100个黄金做的头送给你好不好？这个坏心人说，我不要，我要直接找国王。他就冲到皇宫找国王，国王一看到他，你找我干嘛？这个婆罗门说，你说你要布施吗？我要你的头。那个时候国王好高兴，你合掌说，哎呀，谢谢你，我过去是发愿行菩萨道，要给人家1000次的头，我已经给了999次了，还差一次，你终于要来满足我菩萨的大愿了，谢谢你啊。你看，结果国王就带着他到后花园了、把自己的头发绑在树枝上，我愿意把我的头布施给你，愿意我早成佛道，将来度你。讲完以后啊，刀子就自己给划下去，头断掉。一断掉以后啊，整个天宫震动啊，天昏地暗，皇后太子大哭啊。那时候玉皇大帝是坐一个红色的椅子，如果人间有人做大功德布施的时候，玉皇大帝的椅子就会发烫，会震动。玉皇大帝就跑上，到底是谁做大功德？原来是国王断头了。玉皇大帝那个时候赶快跟国王说，国王啊，我们把天上的甘露灌到你脖子里面，你的脖子会长回来好不好？那个时候国王虽然头在地上，他说不用，今天我布施1000次的头，如果有一点后悔或恨，我马上下地狱，我的布施只有一个动机，永远要利益众生，永远慈悲。如果我是这个动机一点都没有恨，让我的头再长回来吧。结果话一讲完，头就长回来了啊！所以佛陀就是生生世世这样完成了菩萨的大愿。所以各位今天要修菩萨道，发个愿，从今天开始修忍辱好不好啊？各位不要生气好不好啊？我还没有要断你的头嘞，我只有说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，你就答不出来。哎，真的不要生气哦啊，你做了100万的功德，一生气功德都烧掉了啦，知道吗？好不好啊？不要生气好不好啊？哎，不能哦，一生气啊，慈悲心不见了，最可怕。所以我们菩萨道，观世音菩萨温柔柔软亲切啊，不管别人对他怎么样，他永远的爱，永远没有恨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讲了两个句话，各位跟我背起来，来，永远转恶为善，永远转恶为善，转恨为爱，转恨为爱啊。各位要记住，修行就是转变你的心念，当内心有不好的心念跑出来，不要让它跑出来，转恶为善，一定要做好事，转恨为爱，不管别人怎么打你侮辱你，不能恨啊。我在这一点我是学我妈妈，我的妈妈怎么样呢？我妈妈生4个小孩，3个男生，我是老三，比较大，最后又生一个我弟弟，很小。有一次我妈妈抱着我的弟弟，很小，我们3个兄弟，结果我爸爸回来，他说，你妈妈说要生女儿都生不出来，爸爸已经在外面生一个女儿了，而且都比你们还大，
明天就带回来哦，你们有姐姐了。我们三个一听，完蛋了，我妈妈不知道会怎么样啊。结果我爸爸讲完就不敢看我妈妈，就出去了。我们三个兄弟好紧张，看妈妈，哎呀，妈妈怎么办？结果妈妈都没讲话，我妈妈就摸摸摸，把项链拿出来。哦，人家替我生女儿哎，如果她明天来哦，我这个项链要送给她。这样，我们三个兄弟哦，甘拜下风。我们就学妈妈这样，永远修忍辱，不生气。所以我结婚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说，我说啊，你这么漂亮又有钱，万一嫁给我，万一你在外面有男人或跟几个男人睡觉啊，我都依然爱你，不然我不娶你。哦，我太太就生气，她说你不爱我。我说我学我妈的来，啊，修忍辱不吃醋，这样我婚姻才有快乐嘛。只是后来我不知道我要出家，所以离开他。啊，不过各位讲到出家，出家最难的感情放不下。啊，所以各位在这一点，你要不要出家看看？啊，男生出家倒容易，女生出家，她出她先生的家，从来不出她儿子的家。她讨厌她先生跑来出家，但是她还爱儿子爱女儿。啊，所以这很难出家的啦。你要出家啊，真的要感情要断掉，要通通断掉。有自私的感情，就没有平等的大悲心了。哎，所以这个还不容易啊。所以，如果各位现在没有感情生活，那你福报大了啊，你自由自在了，千万不要再跳落苦海了啊。如果你先生有外遇，你解脱了啦，你要谢谢他啊。再来再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啊，各位有问题可以写一下啊。在佛陀的时代啊，有一个妈妈跟她的儿子，后来她儿子结婚了，那结婚以后两三年媳妇都不会怀孕，妈妈很急啊，因为爸爸早死，如果不赶快怀孕没人传宗接代啊。结果本来对媳妇还不错，两三年这个媳妇都不会怀孕，妈妈就开始骂起媳妇来了。有一天这个媳妇啊不知道怎么办，就跟她先生说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我去外面再帮你找一个小女生，她替你生小孩好了。哦，她听到很高兴，就跑去跟她妈说，妈妈，我太太说我可以外面娶小老婆了。这个媳妇不过是开玩笑，结果不得不，他妈妈就出面，哎，你答应我儿子哦，所以帮我去找一个女生来帮我生小孩。就媳妇没办法，就去买一个贫穷的小女生到他家来。就到他家来以后，就跟他说，如果你跟我先生在一起怀孕了，你要一定要跟我讲哦，你的任务就怀孕，其他你就没事了啊。结果后来结婚，他带进来以后，这个女生就怀孕了，很不错哦，全家很高兴。但是没多久居然流产了。啊，流产了，那妈妈也很伤心，她先生也伤心。但是后来没多久又怀孕了，怀孕以后她又跟大夫人讲，然后没多久又流产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大夫人就是怕她怀孕了，啊，听到她怀孕就用药给她吃，把她流产掉。结果这个小老婆自己就有觉得很奇怪啊，一定是大夫人害我，所以她第三次怀孕的时候，他就不跟大夫人讲，不讲。等他五个月肚子大大的时候啊，大夫人说：“哈，你怀孕了怎么没跟我讲？”他说：“我才不跟你讲啊，讲你又把我流产掉。”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，也告诉他先生保护他，绝对不吃他的东西，不吃大夫人拿的东西。但是大夫人想尽办法还是要害他，找到工人呢把他下毒药，五个月的小孩子一样把他害死。结果这个妈妈胎死腹中，五个月又生不出来，结果连自己都快死，要死之前他就发愿，你害我三个儿子也害死我，我死以后生生世世吃掉你小孩。这个小姨子要死之前发这个愿了，然后他死掉以后就去投胎做一只狐狸，做一只猫，在他家附近做一只猫。后来这个大老婆，这个做先生的知道说，我这个小老婆怀孕三次都被你害死，很生气，天天打她，把她活活也打死。这个做先生的把大老婆活活打死，结果他被打死以后又投胎做家里的一只母鸡。那这一只母鸡啊，
每次生蛋那只猫就来把它吃掉，每次生蛋猫就来给它吃掉，吃到这个母鸡生不了蛋了，这只猫就把整个母鸡给吃掉。啊，后来这只母鸡死了，母鸡死了又投胎做一只豹，做一只豹，然后那一只猫死了投胎做一只鹿，结果鹿只要生小孩子豹就来吃。啊，他们两个就一直报仇，然后豹吃了好多次鹿的小孩子，吃到鹿不生了又把鹿吃掉，结果鹿死了以后投胎做什么？黑狗婆啊，啊，就是鬼子母，就专门吃小孩子的虎姑婆罗刹鬼。然后啊，这一只豹投胎什么？这一只豹就是大夫人，他就投胎做一个女人，嫁给怀孕了，啊，他投胎做人了。投胎做人怀孕以后啊，生小孩生不出来，只好去叫产婆来帮忙生小孩。结果这个罗刹鬼哦，机会来了，他就变成人的样子来帮他接生。当他把小孩子帮忙把他生出来以后，马上拿到厨房，活活把小孩吃掉。啊，一吃掉以后啊，吓坏了，啊，就不见了。后来妈妈就哭啊。后来第二次又怀孕。第二次怀孕以后啊，他就不敢在乡下，他知道他们那边有在吃小孩子的鬼，他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去生，结果终于被他生下来。生下来以后，哦，夫妻很高兴，抱着小孩还是要回来。结果他们要过一条河的时候，这个妈妈想说啊，我先洗澡，就把刚生的小孩叫他先生抱，他洗澡。洗完澡以后，他抱小孩，他先生下去洗。当他先生下去洗的时候，又看到那个虎姑婆吃小孩子的罗刹鬼走过来要吃他的小孩，他吓坏了，抱了小孩就往佛陀的金色跑。那时候佛陀的金色，奇缘金色在旁边，抱着小孩冲到佛陀的，跪在佛陀说：“佛啊佛啊，赶快救我的小孩子！那个罗刹母啊，又要吃我的小孩。”佛陀说：“没关系，你把小孩放在我脚，你在后面。”结果这个虎姑婆是罗刹鬼，不能够进来啊，因为有护法神。结果佛陀很慈悲啊，跟阿难说：“你去外面把那个罗刹鬼请进来。”结果那女人妈妈一直哭啊：“佛啊，他要吃我小孩！”佛陀说：“你放心，我来。”结果那个虎姑婆一进来啊，佛陀啊也把这个女人叫出来，佛陀就把这一段因果跟他们讲。他说啊，你们两个过去世的因缘，我跟你讲，一个做大老婆，一个做小老婆，大老婆害死他三个小孩子用毒药，所以你们两个就一直投胎，你吃我，我吃你。各位，我讲这个故事希望各位把它听下来，所以千万不要堕胎啊，也千万不要说哎呀你女儿怀孕了，哎呀没面子，没面子堕胎啊。为什么？这个堕胎就是这样，杀生杀小孩，杀来杀去啊，生生世世无量苦啊，男生女生通通好啊。那接下来你要问我啊，师父啊，我年轻有堕胎还被安装啊？各位，你只要有惭愧心，发愿不再做了，然后呢多放生，多放生，多念佛啊。那么要超度堕胎的小孩，我昨天有教各位，下午也有教，再念一次来。南无阿处如来，南无阿处如来，南无阿处如来，南无阿处如来。啊，我来念阿处如来的超度心咒，把这些小孩子啊，被堕胎的小孩子超度掉，用爱把它超度掉，大家不会结冤了哈。那么当当当呀呀，嗡嘎嘎啦嘎嘎啦，罗刹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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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萨瓦嘎玛，波兰巴咩南多萨瓦萨多南扎梭哈，唵嘛呢叭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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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唵贝玛达勒吽，唵嘛呢贝咪吽。好，这个很简单的故事。这边有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我是一个出家众，但是家里面的人不信佛，而且在家里也曾经出现过几个人自杀。”
那为了让家里的人相信佛法跟因果，同时令自杀的人得以超度，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啊？那么好，自杀的果报啊，就是要堕落恶道，甚至是地狱道，然后堕落地狱。